我是菲菲。等一等，你们去我的视频一个一个来，不要急，不要催，慢慢来。今天我们来一个第五人格真格十二级，期待吗？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1 2 3 4，是谁的眼神锁定我，嘴巴咬一口着。这个技师怎么可以这么好看呢？美女美女，什么时候来我怀里？而且他们是双向奔赴的角色啊、哦！看到我突然相信爱情了，不对不对。突然想到一句话：第二针的疫苗如果不是你来打，我就不打。嘿嘿，你们打好疫苗，准备上学了吗？这个医生，怕不怕？你敢说这不还原吗？真的好佩服他呀！为了练术闪，你们是不是天天在家里打闪呢？ Hit me. 我怎么觉得他们两个人有点像啊？该不会是双胞胎啊？我差点以为他要把头拧下来了。这几个角色怎么样？想不想再开一局？你是求生者还是监管者呢？哇，这个红蝶！细节啊，哦，这个腿太行了，救命啊，这也太神仙了吧，这个妆容很还原的。试问一句，你们玩第五人格心惊胆战吗？怕不怕？准备开学了哦，你们的心思可千万不要在游戏上哦，可要把重心放回学习上哦。明天是美好一天，再关注我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